OK，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次的这个新系列，叫做关于游戏的事，就是我要谈论一些游戏的小技巧啊，或是那种 bug 技、小彩蛋之类的，不然就是一些吐槽这些游戏究竟是有多么的烂。嗯，没错，那你看到这个游戏就是知道了，你应该玩过的东西，这是什么呢？SMBX Super Mario Brothers X， 这是一款不错的游戏，没错。这款游戏呢是由 Rigid 在2008年所制作的，它同时也是 Terraria 的作者。不过因为任天堂已经不让这个 Rigid 继续来做这个 SMBX 了，所以他现在全力的去做 Terraria， 没错。所以呢，以后我们看到这个 Rigid 应该会是出现在 Terraria 上面。Terraria 呢，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那个类似 2D 创世神这些东西，但是跟创世神比较不一样。它的那个就是说意义就是主旨，就是说你要做的事情就比较不太一样，而且它是 2D 的，不是 3D 的，所以就有人俗称它为 2D 创世神。没错，那这回我要讲的主题就是那个 SMBX 的资深游戏，因为这款游戏其实算是蛮火的，对，所以呢，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大堆资深的东西，我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这集我要把它讲完。没错，因为看到这些东西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所以好吧。不过，再怎么讲，我觉得还是本来这原本一个好好的 fan game 被你搞成这个样子，真是有够快要发疯了。等等，那什么是 fan game 呢？ fan game 呢，就是非官方的粉丝制作游戏，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经过官方授权。这款游戏就是一个没有经过官方授权的，所以官方才不会让他做嘛，对不对？啊，好，我们来讲两句题外话，就是这个，我们来讲讲一些其他的 fan game 吧。首先我们要来讲的就是这一款叫 Super Mario Brothers Game and Builder， 没错，这款游戏呢就是可以玩这个类似像 SMB 的世界中，对。来制作一些关卡之类的，但是它不用模拟器，它只会用 Java， 所以我说用 Java， 这就代表说这款游戏是 Java 所制作的。那这款 Super Mario Brothers Game and Builder 呢，也是一样，它也有一个那个关卡编辑器，但是再怎么说，它还是没有 SMBX 那么强大。不过在万中之一的 fan game 之中，它其实也算是一款不错的 fan game。要找到像这样的 fan game， 可能还是比较少的。没错。再就是一款叫做 Super Mario World， 就是一款一堆马里奥在其中一起大战的一款游戏。那如果你这一个人玩的话呢？别担心，这款游戏它算是蛮不错的，它还可以让你和那个 CPU 玩。嗯，所以说实话呢，就算你是一个人玩这款游戏，我想可能也没有很孤独啦。在这款游戏中，我们可以选择 Single Game 这个 Charmin， 不太会念，但是 Tower World。这四种模式可以玩，然后官方也蛮多这种关卡，没错，然后它一样也是有关卡编辑器跟世界编辑器，不过这个的编辑器就真的没那么强大了。我就说这游戏能够玩的模式也是多的没话说，经典模式这个 flag 什么挖沟的是反正就是这么多个啊，我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在这款游戏中，你就是要扮演马里奥，然后杀掉你现在面前的伙伴们。
然后呢，看谁的命先全部死光，就输了。没错，所以呢，如果你的命没有先死光，反而是还很多的话，就说不定就已经第一名。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四 P 跟三 P 都是在好吧，二三四 P 都是七条命，可是我只有六条命，代表说我是输家。讲一款比较烂的，这款游戏呢，就是俗称的这个游戏里面的素材全部都是100%自己做的，没错。但它的素材，你光看的话，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崩坏吧。而且这个城市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等一下，它的修改日期跟建立日期居然都是2026年1月8日下午4:48。你可以告诉我这什么未来软体啊？为什么会玩这2026年的游戏？而且它的出来是这么多崩坏啊？到底为什么？好吧，我现在只能说，你现在眼前看到就是素材很崩坏。哦，我的天哪、啊！这款游戏是100%的素材自己做的，没错。但是这看起来根本就是小画家一张图纸花30秒就做出来的一个超烂图啊！我的天啊！天哪！你觉得这个素材还能看吗？你就要去抄官方的素材比较好一点，你给我买个绿毛毛画的跟屎一样啊！哦，然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的音量已经调得挺小声的了，我的音量还是这么大声。哦，我得说这款游戏有一点让我没什么信心。好吧，果断下一款。再来这个 Bang Gang 盒就好玩了。这是什么呢？你现在正在扮演乌龟，没错，这个游戏就叫做一个乌龟的冒险。嗯，好吧，这乌龟看来有点不太喜欢他们乌龟王国的法律啊，所以呢，他就开始撒野了。所以我就开始这场乌龟大冒险，没错。然后你可以偶尔来这边吃到一些龟壳，这些龟壳都会有不同的用处吧？我也不知道。绿色就是一般的那种龟壳，但是红色实际上它是用来干嘛的？我也不知道，耐久度100吗？好吧，这个问题我倒是不太清楚。然后到后期还会有一个黄龟壳，那个黄龟壳呢可以让你的速度加倍，速度加倍的龟壳，真是太厉害了！我只听过跑鞋，没看过跑壳啊！这简直就是一个人类的超级不对，龟界的新发明呐、啊！还是个天才发明的，没有错。好吧，再来看看下一款游戏。下一款就是我们这个《马里奥传送》嘛，这个大家应该有听过这款游戏吧？这个 Bang Gang 其实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只不过它的重力是有点奇怪，没错。不过它用 Love 这个 2D 游戏这个引擎做的还是不错。然后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 model， 这是Normal 版。然后你还可以选择其他地图，或是你自己做地图。没错，你可以自己做地图，你甚至还可以 remake 一些游戏之类的啊。没错，但是你要做一些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依旧是没有 SMBX 那么强大的，关卡制作程度吧，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他这个关卡程，关卡编辑器就比较没有那么成熟，所以对，我觉得还是 SMBX 的那个比较好，没错。但是不代表没有其他的好游戏，
这算是其中一个吧。好了，现在我们回来讲一点正题。没错，你可以看到这个资料夹的这张图片，大概吧。没错，现在我们要先来讲的就是这个 NSMBX Demo 2。没错，这一款游戏呢是一个叫做 Mr. Game and Watch 所制作的这个一个三创游戏。没错。那这个咧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SMBX 资深游戏。没错，不过我觉得这些资深游戏真的是挺烂的，这个就算其中之一。从开头我就已经有话想说，这是博士音量好像有点太大声了呀，我已经把声音调到50%了，要不要给你们看证据呢？已经调到50%了，我调到50%的声音怎么还是那么大声啊？不过这款游戏就算这样大声，我们也不能说它是坏的，所以好吧，那你看看 Star Game 是可以的，没什么好说，但是Two Player Game 是不行的。Battle Mode 好吧， Battle Mode 没有用 Options。我不能修改个按键吗 ？My blog， 谁要进你的 blog？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经典读取画面。不过我在怀疑它根本就没有读取。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片，我现在一开始就有话可以说了。我可以问一下吗？为什么？我的名字叫做 Nan。你认真的吗？为什么我叫做什么 Nan 啊？这款游戏就是上下左右加上 Z 键，但是我为什么可以蹲着跑步？蹲着跑步这有点诡异，是什么？蜜蜂抓还是蜜蜂蘑菇？我不知道，不知道它降下来速度很慢，所以你还要加下，然后它可以快一点。然后这里面还有什么星星硬币的，我完全不管你这个，完全就是浮云。其实这个星星硬币就在这个下面，实际上我也不太想拿。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这有什么好讲的吧？上面的 score， 上面的 score 你知道来记什么东西 ？coin， 你不管吃多少钱，永远都是零。有没有看到？然后再来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弧度，你都可以踩上去。你看到我刚才有没有跳一下？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那个弧度真的是有够奇怪，那个是我一直很想要它改掉的东西。但是问题是，我都不知道坐在什么地方。再来就是，你可能根本就无法通关，就会像我这样一样，我怎么一下就跑到屏幕下面，然后就无法动的呢？然后你可以看到下一关就在那个地方。可是我觉得这个游戏根本就已经刚开头就让我失望了，我还想进去下一个地方吗？我的天哪！不过我觉得它的素材其实还是做的不错啦。New Super Mario Brothers X 这个字是还不错，而且这个 New 居然还是金黄色的耶。好吧，还有值得一提一点的就是，我怎么穿过来啊？好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根本就是完全跳不回去的地方，我居然还可以这样神奇的穿回来。好吧。我觉得这真的是很诡异，你甚至还可以这样玩高空弹跳，就这样一直穿着砖块，这到底是什么道理？我就这样一直死在这边吗？那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很好，我对这款游戏完全没有任何一点信心。这款游戏居然还有40 mega， 绝对都被吞了。我得说，真的，绝对都被吞了。不是你们自己看这个，虽然我记错它是33 mega， 可是它就长那副鸟样而已。我觉得下载档案这么大的东西，然后看这样到底有什么用？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好吧。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东西。
大家看到这部影片是不是有一点有印象啊？就是我们的假的 SMBX 1.4 New 版的，没错。对，这个其实就是一堆图片所集合成的一部影片。不过，我真的对这个东西实在是快要发疯了。我那时候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个假的东西，而且假到非常假，好吧？我在网络上面找到了很多这些图片，没错，到最后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在图片上面所做到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人做到过，不知道是谁捏造出来的一个谣传。我真的对这些谣传非常的没有信心呢、你看他的样子看起来挺强大的，是不是？但是问题是他不是真的、没错，重点就在于他不是真的，还 version 1.4 嘞， version 1.4， 你根本连 1.4 什么浮云的都没有出啊。素材看起来好棒，但是完全都是假的。他们到底为什么会制造出这种谎言呢？应该说，如果你有这些图片，就代表说实际上你有在开发这个东西嘛。你那个 demo 版就是像刚才那个 NSMBX Demo 2那个，像是烂到一个到家的东西。那个烂到家的东西，它至少要放出个 demo， 你难道就不能连源代码都放出来一下给我们看看吗？不然一堆人在问，不是都觉得，天哪，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就非常的神奇的，这是假的，没错。好吧，我相信大家看这些图片，应该也是看得挺开心的，是不是？没错。我看到这些图片也是觉得挺开心的啦，可是到时候说实话，知道实际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完全就吐了一地的痰吗？好啦，我也不知道。不过你们也知道这个石头是非常神奇，对不对？所以我居然还真的找到 SMBX 1.4， 但是我们来看看里面的文件长什么服务样子。给我乖一点，电脑，乖一点。好吧，这真的是 SMVX 1.4 吗？还是它是像神奇宝贝黑的那种卡带那种神秘的都市传说一样？好吧，我不知道是怎样。实际上，这个只不过是加了这个，然后跟这个还有这个，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加。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版本还加了 Luna Doll， 自己帮你安装好了。你看到没有 ？Luna Doll Version 8， 看到没？不好意思，抱歉。没错，好吧。那我们都还没有看它是怎么样子的嘛？那我们再打开来看看，说不定开了之后会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吧。Maybe。哇、你可以看到这边写 Super Mario Brothers X Version 1.4 可是为什么它连到还是 1.3.0.1 呢？其实我觉得它这根本就是 1.3.0.1 加的 Luna Doll 而已吧。等一下啊，我怎么进去游戏之后变成 Version 1.3.0.2 啊？艾米说实际上这个作者根本就觉得它不配1.4嘛。好吧，我们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子吧。天哪！这实在是让我快要发疯了！天哪！等一下啊！我怎么一开就等于这东西呢？好吧 ，Luna V 0.5.2 Beta， 打开了还是 1.3 的，到底有什么差别？差别在于中间加了一个 Super Mario Range of by。SN7， 让我看看它游戏设定。
哇，天哪，这人居然连设定都没改！唉，哇，我怀疑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天哪，原本是个二创东西，然后又被你搞成三创的。我甚至感觉到根本不是玩家改的，是说你改的，说你个搞的 ，Sonic 搞的，或者是渔夫 V 搞的。天哪，你连个 Super 渔夫 Brothers X 还好玩，你为什么还搞的 1.4、1.3、0.2？ 啊，好吧，我们来进去看看这游戏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吧。啊，这是谁啊？我，啊，这什么鬼啊？孔章，这是什么东西？好吧，随便开一个人，随便开一个门好了。知道你不能读取，我知道你不能读取。天哪，是怎样？好吧，我看不懂他是在干嘛。拿到所有的红金币。不过既然都装了，那到为什么没有时间显示？是不是因为我的电脑没有办法读呢？我怀疑是我的问题。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跨博位。这根本就是一个装坏的东西嘛！这增加了这个到底是有什么屁用啊？花博就是花博，花公花博，我就是公花博。啊，你这东西到底是谎言还是想要告诉个屁东西？拜托你跟我稍微的解释一下，你解释一下就好了。好吧，有点对这东西无言了。算了，我已经无话可说了。那我们现在还要继续玩这狗屁玩意儿吗？我想还是算了吧。我这颗石头真是无聊到翻天覆地。好吧，再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 Retro Super Mario Brothers X， 总之它就是一款叫做 VSMBX 的一个三创再三创的游戏。没错，这根本就不算游戏嘛，只不过是用同样同一个游戏的引擎，然后再把它搞成……我还是搞不太清楚这游戏的主意是什么东西。没错。然后这游戏里面完全没有任何可以直接玩的卧底之类的，没错，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进去什么主城市之类的，应该说它本身就只有这个制作关卡吧。然后它就只有编辑器而已，然后这又是一个非常毫无意义又很无聊的编辑器。那我们来测试看看我制作这个关卡怎么样吧。哇哦，马里奥，你是怎么移动的？这有点难控制，又太无聊了吧？好吧，他还是一样可以蹲着走。然后我们跳过去看看，我怎么连跳都走不过去？为什么跳不过去啊？原因是因为你必须要按跳之后再按方向键。还有，这根本不是用方向键控制，是用 WASD 跟空白键控制。你以为这是 CS 啊？好吧，我们来放些其他的 NPC 的关卡来试试。先放个最基本的。安诺，这就没有一个有一点意义的东西吗？天哪！这东西可以让我爬上去吗？非常好，这也不行。
到底是做干什么啊？我们让这个龟壳讲话好了，试试看。很好，屁用都没有，完全没有屁用，一点屁用都没有。你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谁做烂东西吗？我真的很好奇耶，到底这样骗人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啊？我就知道你真的有存心想要做这个东西吗？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你有存心想做吗？我怀疑也没有吧。然后我现在感觉到现在真的是非常有喜感，我整个人都被卡住了，我现在变成整个游戏里面的 NPC 之一了。我不想再玩这东西了，真是太烂了。好吧，现在我们要来讲就是这个在百度 SMBX 霸出现的这个预告 Super Mario Brothers X 1.4， 没错，居然还是我们 SMBX 霸的霸主5438A38A。我是3838A 啦，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又不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神还是怎样，我都很久没有看到他的帖子。嗯，没错，但也很少看到他回应什么的，对，都比较少看到了。那这个，我们现在看他这样讲的话哈，由于程序限制问题和地图技术需要问题，继续在 Super Mario Bros. X 1.3 版本的基础上继续开发新的创意的性价，已远远低于重新开发 SMBX 的性价。所以就有了你现在看到的这玩意儿，程序的核心部分已经基本完成，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编辑器绘制和细节处理，具体发布时间这取决于程序什么时候完成。新增的特性图中已经展示一下部分，谁知道我也看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不过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发布这个东西，这个 SMBX 1.4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完成呢？好吧，我也不知道。再来是我们看下面的吧。PS1 关于坑爹计划的补发布将会推迟。坑爹计划是这个我是3838所制作的那个之前制作的那个地图，不过他现在还是没有发布。他说因为我会先把这玩意完成，结果这玩意也不知道有没有完成啊。PS2 关于源码问题，代码全是重新写的，别中想反编译这东西玩意了，不靠谱的。好吧，我不太清楚啦。好吧，总之这个东西到最后它还是一样没有发布。所以呢，就有一个外国人说 fake or real？OK，我怀疑是 fake。不对，我怀疑是 real，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是3838把这东西给删掉了。好吧，总之出了 1.4 版之后，看我要不要来玩玩看吧。不过要出这种东西感觉是比较难的。好啦，简直就是一场梦嘛，对不对？好啦，再来是一个之前的传闻，这个 Super Mario Bros. X Deluxe。没有错，说这款游戏会在2015年发布，所以我就等到了2015，这家伙居然真的等到2015了。结果咧，这个作者又说我还没完成，所以要到2015年11月30日才发布。我总觉得这个作者可能本身就在骗人吧，我也不知道，因为这如果真的完成的话，可能完成度太高了吧？我觉得这不太可能。首先我们先看这个。Plot episode 这个 TI3， 然后的 more world and more level， 我们看这个就好了。我实际上觉得说，你编译完成式你还不够，你还没时间做关卡，你还没时间做关卡吧你。再来是这个 character， 你可以看到原本是 Mario、Luigi、Todd、Peach、Link， 现在会增加什么呢？Wario、Waluigi、Kirby、Mega Man， 你真的会加吗？我也不知道。居然还说他会加 Mega Man 的那个 Mega Man Series 的那个什么怪物，可是我总觉得加在马里奥里面好像有点不太合吧。的确不太合。
当前这边这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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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这么多东西，我就是觉得说，你到底你有办法完成度这么高吗？我觉得可能不可能吧，真的太夸张，真的太夸张了。所以呢，我会等到。所以呢，如果我真的在那个时候又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的话，我一定会把它搬出来讲，真的会把它搬出来讲。好了，总之，对这些骗人的东西实在是让我完全失望了，还是玩原版的 SMBX 吧，对不对？好了，我们今天的实况也差不多到这边就要结束了。嗯，没错。那我发现到，其实我还蛮热衷于做这种系列的，所以我可能会把实况都集中在这边，把火力都放在这上面。实况的东西，把火力都放在这上面。当然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要做、啊。不过，对，说关于游戏的事情，这个我不知道我会做多久。不过好啦，那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在节目的最后，我给大家看看我究竟收集了多少东西，然后我花了将近3个小时完成这样一部影片，给大家看看吧。